告。甲骨文告是个会意字，字形上部是牛，为祭祀用的牲畜，下部为口，表示述说的意思。整个字表示人用牛献祭，向神灵或祖先祈福的意义。告字本意为告祭，后来引申为大声宣布、表达，也引申为请求、辞别，还表示向公众通知的内容。口字旁，Thank you.